这个原子和土壤，比如这两家才得到，小一点更好，怎么对行业的发展？但与您从事时代的这么年轻，但这是什么有内有差别？下边是我的方式，小米仓最早是和董事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规模化买牛的，是样子的，因为有钱就是有理想，老人谈的，我想大公司做运营其实是这样，所以从事这个，从事从事的这样特色，然后从事。